欢迎来到海上情报站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蒙奇蒂路飞的技能展示。蒙奇蒂路飞热血战斗风格，拥有红色的怒气值，他普攻共有五段攻击，其中5A会进行一段较远距离的蓄力攻击，并使敌人浮空。路飞的被动乐天派在受到伤害后会获得额外的怒气值。技能一，橡皮机关枪。路飞使用橡皮之果能力，将拳头快速打向敌人，在技能结束时点击普攻可追加一次攻击，而且在释放的过程中还可向前操控摇杆进行移动攻击，再衔接一次追击。我们也可以长按技能键，路飞会自动移动攻击，在技能结束时同样也可追加一次攻击。技能二，橡皮圆锯。路飞使用橡皮之果能力，双手抓住地面，将身体朝一个方向旋转，借助回转力像锯子一样攻击对方，在技能结束时点击普攻可追加一次攻击，而如果长按技能键的话，则会自动追加一次攻击。当我们点按技能2，路飞在空中释放技能1，可以打出组合技。奥义技能，橡皮暴风雨。路飞先用橡皮气球膨胀，然后扭转身体，用身体里面的空气推进自己快速旋转，同时使用橡皮机关枪进行连续的攻击。接下来是路飞终结技展示，最后是路飞连招展示。这一期海上情报站到此结束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